开始了。嗯，确定。嗯，确定。好了。那我的有。嗯，八秒。嗯，整只都不满意，我靠。这样就积一堆了。手也酸啊，你看我们比较好。
我懂也是冰的。嗯。很暖很暖，要刮刮吗？
次自己订两次，就三次。哦，因为我们订到一次8000多，一次10000多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对对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我忘记。应该没有了，三次很多的。我们有同一个滑雪场去超过3次的吗？梅子也是啊。梅子有超过？没有，我超过3次吗？好特别。头里面痒痒的，抓不到，这头痒痒不行啊。我羡慕人家脚抬一下就会动。哪有，还好。好像也比较宽。中学吧。对啊，我说上过来了就还好。走啊，走。
要前进，上下走，然后身体朝后转，这样，差不多要走，走了哈。走了，走路比较快。小螃蟹啊，这样算一路吗？什么东西？雪啊！我这个雪就是啊，粘雪才知道。高度不对，它要比较低，怎么切？没有啊，我是在下面切下面。你的都是雪，我的都是啊。嗯，我刚经过，对，我的嘞。OK。先去右边，然后看什么时候切回来。什么右边？我现在不要再滑右边了，我滑左。哦，好。右边很累，我不要了。好 ，OK， 那就左边。对啊，我才不要，右边比较累。你要右边，你右边你再切回来。不要啊，我这边也可以练啊。神经了，还右边？你是要我摔死吗？一开始安全。我手还是冻的哎，但手套没有好起来，还是很冻。你去右边啊？我没有要啊。你刚刚就要。要不同的路啊？我这边不能走不同的路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刚刚那样子一直下，不就是接回那个绿线吗？嘿，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没关系，这条路就已经够松了。嗯。撑着脸。我是在流鼻涕。好了。好。观察。啊。你要看我摔吗？加油，第一柱就要可以停下来。中间它是挡住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？所以你走了右边就过不来了。右边，可是我看它都有棒棒，算了，我们就走这个。你是说那边会不会不一样？我不知道。没有啦，我是说刚刚下你走右边，是不是没有办法跨来左边了？
那一个好像有一条线，不知道有没有钩子。很陡，很窄的那里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你要去，你还来得及啊。我没有要去啊。
但其实脚还是会酸的、欸。我看，我看，我跑回去就好。我看一下时间。不要觉得可惜。不是，我要看时间。哦，才27分哎、欸，好像可以。太急了，还要坐上来，你就要走。算了，这次就不急。那个叫啥？哎，可以啊，给你讲，给你讲。你真的要体会那种感觉，你等一下往右边。我没有啊，只是看你想不想玩而已啊。啊？看你想不想玩。我没差了啊，我已经够了。好啦，算了，我脚好累。好累啊！我到底几点出发？哈？1点出发？什么意思？对，我是12点下来的。差不多吧。你很想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不要。你每次问的话、啊、都问的那样子，好像就你很想。没有，我并没有。那当然，我脚酸了啦。对啊。今天都滑那个很松的，很脚很酸。走啊，休息够一下再慢慢走。要休息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刚好像是说12点出去，其实12点出去，但其实上缆车好像也还好哎、欸。就是因为我们是12点然后上缆车啊，不对，我们12点之后完全没上缆车，有上一个缆车，对啊，时间是够，但是体力不够啊。你体力不够吗？啊？你体力我觉得不够吗？我的体力现在只是还好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因为这距离那么长，嗯，会不会滑到一半就觉得好累好累？哦，对啊，所以就以安全为主。好，那现在下去不就到了吗？到了，真的不要。那就也只是滑一次绿线啊？绿线？还是你嫌绿线反而比较麻烦？先走再说。到底也许就好。Thank you.
这个是那种一直换的滑法，我那种滑很长的我才会酸，就是这样横过去的那种，好、哦、那种我大腿会很酸，原来是撑不了那么久，啊，你都可以再滑一次，废话，你以为两次啊？哎，等会，这是我们平常那里吗？这下面是 open 吗？为什么我完全看不见？你说什么？这是下面是 open 吗？平常我拍照的地方在哪？在这儿，就是这里。
不准。我刚刚想到的剧情是我被插到河里去了。有点多哎、欸。你说怎样比较好？就是不要再加那么最后一趟。哦。除非行程很短。好。而且这次要分很久啊，这次下去一定要拿来分好的。先分几个酒？我忘了把这个拿掉。先分头的，过来一点。来，等我一下。不要分到多活动哦。不用管他。哦，你这抽耳朵很痛，真我会聋。好、啊，这样就好了。看头顶，看头顶。这多活可以动啊。可以啊。